哎，下午好。是去医院了，去医院做了个手术，哇塞，疼得一逼，哦，太疼了！感谢船长送的狂欢卡，哎呦我操！谢谢卤鸡腿店老板送的粉丝牌，哎呀！哦，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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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！哎呀，疼疼疼！感谢刘小花大老板送的九个狂欢卡。喂，下午好，感谢物业老板送的房卡。啊，天音锅。晚上不来。哎呀，疼疼疼！疼疼疼疼疼疼疼！哎呀，疼死了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疼啊！疼啊！疼啊！太疼了！啊，太疼了！啊！这谁顶得住？哎呀！哎呦，我操！换个姿势，太疼了。感谢物业老板送的狂欢卡、超火还有小星星，感谢早到的风送的二十个大 call。
疼的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疼呐！太疼了，受不了了，不行了，我有点顶不住了。开一下那个任务啊，把任务做完。哦呦，太疼了，太疼了。太疼了，我的天哪，太疼了！啊！救命啊！游戏名叫《盗贼遗产》，啊，《盗贼遗产》。哇，220，被摸一下就死了是吧？他这游戏就是靠遗产发育下去。遗产越多，你就越强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今天主播是来混的，刚去医院做完手术，疼痛难忍。然后把那个粉丝团任务做一做，我就开两个做任务的那个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太疼了！谢谢阿云大食堂送的狂铲。哎呦！哎呦！不行了，疼的脚趾头都抠起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太疼了！感谢小二上九送的狂卡。没想到这么疼，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。这谁想得到呢？这么疼，谁想得到呢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谢谢我是青年送的狂卡，感谢江水私患续费的坚持。这也太疼了，我的天哪！
谢谢交响曲送的黄黄卡，感谢安逸秋送的黄卡。我的个妈呀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感谢问号。哎呦，哎呦喂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感谢养禽兽的神龙送的荧光棒，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哈哈，不行了，哈哈哈！救我！啊哈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行了，兄弟们，我顶不住了，我可能要下了。我顶不住了，我顶不住了，实在太疼了。这手术实在太疼了，这手术太疼太疼了，疼到爆炸我。都爆炸呀！真的顶不住了我。太可怕了，我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我！不行了，兄弟们，真的顶不住了。
太可怕了。再开一下任务，把任务做完我就下了。不好意思，兄弟们，我就给大家开一下任务啊，顺便打点钱什么的。疼的实在太严重了，你明天应该能缓解一下。今天疼的太严重了，今天把人疼傻了，我的。直接疼傻掉了。吓唬好，吓唬好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谢谢肃静情绪续费的午夜戒指。受到致命打击后恢复50生命，复活戒指了，搞了个微创手术，谁知道疼得跟狗一样啊，这谁知道啊，疼成狗啊。那说好不疼的，结果疼得一批，我操，被乱骗我。掉那个消炎的那个水，掉了2个小时，我掉的时候好像缓过来一点，回家乱疼，我做手术的时候下麻药的呀，下了好几遍，我做到一半的时候乱疼，我操，又下麻药，太惨了。哎，我不能回忆这个场景，我操，惨不忍睹，惨不忍睹，没法回忆了。流好多血，我老惨了，我。哎，吸吧。还会受到情绪的波动产生疼痛，我的天，离谱，真的离谱。刚才被怪打了，我情绪波动了，然后我就疼了。啊！确实感觉站着比坐着好一点，确实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成傻子我的，还好今天休息去做这个手术，要是明天的话估计直播就不来了，根本没法坐着。我现在人是半侧着的，用一只手支撑住的，巨他妈惨，我的太惨了，我的，哎，太惨了。要是明天去做这个手术，明天晚上我肯定不来了。手术做的时候给你打很多麻药，我的，其实也是乱痛，我的。哎呦，他这个东西一阵一阵的，一阵疼过来，我他妈要人命！我的，刚缓和了一点，突然之间一阵疼痛过来，救命啊！哈哈，谁能救救我？大鸡腿子，哦，咳嗽了。医生说没看见，没见过你这么能疼的人。我，他说，他就等会儿又说了一句，没见过你这么怕疼的人。我能说什么呀？救命啊！就跟上次去吃成都火锅一样，那个服务员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，哎，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能吃辣的人，就没见过。然后拿了两个老棒冰过来侮辱我，来，边吃边吃边这个老棒冰吧。做好了呀，手术做好了呀，我早上8点钟去的，兄弟，早上8点钟我就去医院做了，藐视死亡，救命啊！疼的，早上8点钟就去了，去的贼早。救命啊！
太难顶，真的太难顶了。这种疼痛难以名状。啊！救命啊！哈哈哈哈，太疼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谁可以救救我？吓我！吓我！救命啊！这里是不是没东西上不去啊？不行了，我站一会儿，我站一会儿，真不行了，我站一会儿。啊！谢谢闪曼送的粉丝牌，感谢我不是爱德华，谢谢大鸡腿的头上敲。再开一个，再开一个任务我就撤了，再开个任务我就撤了，兄弟们，我顶不住了，我把三个任务做完我就撤了，救命啊！太疼了。不是我顶不住，是实在太疼了。我完了，我看了一下伤口，疼得发紫了，已经。就是疼得发紫，紫的紫色当中还有点带黑，我操！对，伤口疼得发紫，紫的已经开始发黑了，太离谱了，我。感谢大佛稻草人大老板送的70个。狂欢卡，感谢大伯道总大老板。那个伤口疼的已经发紫了，紫色当中带着已经往黑里走了，就紫的发黑了都。我的妈呀！哇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受不了了。真的受不了了，谢谢非洲人爱酱油。我的个妈呀，怎么能这么疼？
Oh my god！ 弄完之后就没血了，是吧？ 啊，遭致命打击又能复活。 35点血，真多呢。 这点血也没什么用啊，说实话。要不直接死了，死了换一个人吧。等会儿我给医生发个消息，我问问这么疼是不是有问题了。谢谢不约老板和低木老板续费的剑士，我给医生发个消息，稍等一下。 我给医生发了个消息，我问他伤口那边都发紫发黑了，真的没事吗？
谢谢墨西哥瀚海鱼雷东。谢谢金木老板送的金星吊梦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微创手术有这么疼吗，观众朋友们？我听他介绍这个手术，他说这个手术啊，就疼一会儿就好了。怎么会疼成这样？这疼得很离谱，说话的时候我都感觉伤口在疼。我，他是不是没搞好啊？微创手术会这么疼吗？做完之后是会疼的，要挂一到两天的消炎药水。微创手术只是伤口比较小。看你们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我应该没出太大的问题吧，心里稍微有点放心了。因为真的很疼，我靠！他介绍手术的时候，他说基本上是没有感觉的。这你妈这是没感觉，这他妈疼的简直要到忍耐的极限了都。没有，没给我开止疼药，他说我血糖太高了，让我吃点药降降血糖，然后给我掉了几瓶盐水，就是消毒的，消炎消毒的盐水，给我掉了几，掉了四瓶。
停了，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。我撤了，兄弟们，我没想到这么疼，不好意思，我撤了，我真没想到能疼成这样，顶不住了，坐立不安，我得去趴一会儿。溜了溜了溜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我缓一天，缓一天。